夏天到海滩啊，除了可以消暑、玩水、做日光浴，还有什么好处？你们知道吗？还可以上电视亮相哦。只不过啊，都是一些惊吓不已出糗的样子，哈哈！来个瞧瞧去。哇哦，行一下又紧哦。哦，你的脚也未免抬太高了吧？哎呦，老兄啊，你会奇门遁甲呀？哦，差点漏掉，还好我有包大人。天哪，有人吃我豆腐啊！哎，先看一下，如果是帅哥就算了。啊，姐姐，你看这怪叔叔比我们还要幼稚哎。哎呦，幸好我应该没有踩到你的要害吧。你叫阿爸。